上回书说的，百里无银为保证自己出租骡马的收入，特意派喇叭算潜入矿场打探情况，可这矿场大门他不让进，这喇叭算也只好是进去了，哎，进去了。嗯，哎呦，查清楚了没有？笨蛋，都弄成这样了，都没查清，怎么回事啊？当然，别着急。虽说我没查清楚，可是我在矿上看见一熟人。谁呀？大小姐。他们在那儿干什么了？你问问大小姐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滚！啊，这！你今天又去找田幼年了？没有啊。瞪着眼睛说瞎话。女儿都在矿上看见你了。谁呀？这个你别管。还真派人去矿上了。他说的一点都没错。说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说，反正我没去找田幼年。冰儿，你先别急，爹没有责怪你去找田幼年。爹，你是想问田幼年最近在干什么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也不知道。小姐，小姐，回来了。嗯？哎，小姐，这天还没黑呢，你怎么就睡了？对啊，这么早都睡了。我爹要是来了，就是会睡觉了。啊！啊！老哟，老爷，这快去开门呐！啊！我去。冰儿，大小姐呢？话没说完，她就跑了。大小姐，她已经睡下了。什么？老爷，老后边。冰儿，别装了。我知道你没睡着，冰儿，乖啊，跟爹说，田幼年到底想搞什么勾当？老爷，小姐她一累了就这样，怎么喊都喊不起来。是啊，老爷，小姐她节儿一回来都喊累，躺着都睡着了。胡说，她连打个呼噜她都睡不着，这刚躺就睡着了。我看你是在跟我演戏是吧？嗯，我还不走了。我看你跟我演到什么时候？怎么姐都睡着了，那咋办呢？哎，我去找夫人。
怎么档子事儿这是？夫人，老爷想找小姐说事儿，可是小姐已经睡着了，老爷非说小姐是装睡，非得等着。你这个老东西。老爷，醒醒醒醒，来回去睡觉去了。什么？病人醒了吗？睡得香香的，赶紧回屋吧。我有话问了呢。哎呀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快点听话，回屋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快点快点。夫人，老爷慢走。把门关上吧。哦。你说说啊！你说，你这……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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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老爷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唱的哪一出啊？你说你这宝贝女儿啊，为了臭小子，快不认我的亲爹了啊！小姐，小姐，老爷已经走了。嗯，小姐，什么？老爷走了。啊，好险呢！哎呦，你们两个千万记着，不能把田幼年用锅炉造车头的事儿告诉老爷，听见没有？小姐，你现在总是早出晚归的，啥事儿也不告诉我们。就是，你还不如不跟我们说呢。得了得了，睡觉去吧。你说让我别提这田有年。嗯，我按你说的做的呀。嗯嗯，他这几天的行踪我也没问呢。嗯，是吧？你猜怎么着？每天他都往田有年那儿跑啊。我问问他呀，说田有年干什么呀？他不告诉我。你说有这样的女儿吗？哎，这丫头，这有什么事儿啊？这跟咱们保什么密呀？是啊，我要知道，我问他干什么呀？一定是这个田永年教唆的，他要干的事儿，都是影响我生意上的事儿。哎呀呀，老爷，哎呀，行行行，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行了行了啊，行了，哎呀，别生气别生气，来坐下坐下。我跟您说呀，您消消气儿啊，明天一早我就问你闺女去，行了吧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，行了。给夫人请安。你们小姐呢？小姐已经出去了。啊，已经出去了。这么早。天哪，看来这回真有事儿了。夫人，你要没别的事儿，我接着打扫房间了。哎，冰箱。哎，你们小姐跟你们说过什么吗？没有啊。真的吗？欧叶啊，喝水吧。啊，冰仙儿，谢
谢谢啊。我来吧。哎。把那递给我。来，喝水。哎。来，坐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事儿真让你说着了。我爹他果然问我了。你爹知道你来矿上了？他派人来过，碰巧看见我。那你怎么说的呀？我当然说不知道啊，可是我爹他哪肯善罢甘休，他就一直问一直问，我就装睡觉蒙混过去了。怎么样，聪明吧？真是难为你了。那当然了，所以啊，我怕我爹继续问我，就趁他今天还没起床，我就偷溜出来了。哎，那你家还有别人知道吗？没有啊，好像我告诉冰箱和冰柜了。啊，坏了！喜欢你。哎，汤大人，请。好，大家听一下。嗯，汤大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成果。嗯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这些日子大家伙都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嗯，不错，真是不错。虽说这一路困难重重，可咱们总算把这车都给造好了。是，大人，还有两天工作就能完全完成，我估计明天晚上就可以试车。好，试车完毕之后，要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再需要修整，尽快完善。之后，我就向李中堂禀告。Thank you, sir。你们两个跟主子一条心，这点儿。我很欣慰，所以我才没有打罚你们。但是这两件瓷器价值不菲，谁要给我摔了，那就得加倍赔偿啊。说，老爷你别吓我。那你们两个不让小姐知道我的事儿，告诉我，你们就不用顶这个瓶子了。说，爹，干嘛呢？哎呀！你别哭，这瓶子是假的。哎，我爹才不舍得用真瓶子冒这个险呢。你这孩子，你呀！爹，不带这样的，我不在家就这么欺负我的人啊！你不是也火着外人对付你亲爹啊？有人在家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让他进来。坐下。你这个臭小子还有脸上我们家来呀？爹，我来是想亲自告诉您我在做什么，免得您呢为难他们。我正在用锅炉造机车头，嗯，而且马上就要造好了，过两天就可以试车了。感谢百里县令的关心，啊，田某我告辞了。哎，你，行。哎，你怎么又不保密了？之前啊，保密是怕他们搞破坏。现在咱马上就造完了，不怕了吗？原来如此啊！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可是，过两天他就要试车了，再想出好办法，估计也没工夫了吗？不是？我不管，阻止不了，你们得让他们痛快了。大人，可这个小子实在是一点辙也没了。有了，
你去传播谣言。行嘞。よしよし。よくやった。ん？万事うまくいっている。あとは試運転だ。先生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。好，太棒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再见，各位，开动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耶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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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小屋来了，就给我扑！小屋来了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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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一声，把人给我放了，娘，我求求你了。哎呦，嗨，不就放个人吗？还用找我说？这人都什么罪过啊？私自建造火车，兴妖作怪。妖？那还是人吗？那不是妖精吗？哎呦，什么妖精啊？是田佑年。啊！又是田佑年，嗯，还长本事了，还会妖术了。哎呦，什么妖术啊？他是被冤枉的。哎、娘，你就陪我去看看嘛。哎、娘，哎呀，娘，哎呀，娘，哎呀，我这没打扮好走嘛，你走。这怎么了？您看得见吗，老爷？没有啊，这什么都看不明白。娘，慢点。哟哟，哎呀，这是，哎呦，这怎么把这妖物弄家来了？啊？不，闺女，嗯，这东西。是不是妖精炼仙丹的炉子呀？哎呀，什么呀？这是洋人用的锅炉，烧开水用的。啊？嗯，那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再说，咱家也不缺开水壶啊。就是啊，您说，愣有人说这玩意儿它是妖物，您说多糊涂啊！娘，嗯，这要是再不把人给放了，那不显得我爹也太没见识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哎，那个田佑年人呢？在班房关着呢。冤枉啊！抓错人了。五爷，啊，别喊了，喊也没有用。我你
我看看哪个是田又年呢？你没见过他吗？哎呀！哎，娘！哎呦，娘！你醒醒啊，娘！这事儿办得不错，谢老爷夸奖。您喝茶。哎呀，外边什么情况啊？回老爷的话，都是些不明真相之徒，等着看您审这个妖人制造妖物、破坏风水一案呢。何以这么多人呢？回老爷，那是因为腊八蒜呀，谣言散播的好啊，现在全城人都知道那火车头是妖物，就等着看您怎么审呢。这次这个事儿啊，腊八蒜办得不错。咱不妨借这个机会干个更漂亮的事儿啊。老爷您说。各位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妖人造妖物，老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呀？想办法弄钱去吧。咱家哪有钱呢？行，想办法。今天特设旁听席，站席一两一位啊，坐席二两一位。你说这听着多新鲜啊！这旁听席还收费呢？抓紧时间，名额有限啊！快点，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啊！哎呦，哎，头回遇这新鲜事儿！时间，一条路啊，翻来覆去的修，也没见他好走过，还不如不修呢。你懂什么呀？修路是假，脸才是真。哎，不是，他那收费，咱们是看还是不看呢？那当然看了，不就一两银子吗？啊，嘿，咱们呢去看看妖人，就当是在杂戏园子里面看耍猴的了。哎，错的丢出来点。Hey, Mr. Yan. Oh, hey, Mr. Yan. 哦，去去去。嗯。啊，嗯。Mr. Yan， 你怎么躲起来了？实不相瞒，这朝廷啊，不太欢迎我。我是个大盗。大盗？哎呀，大盗！哦，罗宾汉，好酷！您也知道田永年的事儿对吧？哎，这曼城早就传开了，百里无银这个狗官啊，他在公开审案，这肚子里藏的一定是坏水。你们啊，去旁边看他们公审，我到里面去看看，看这个百里无银这个狗官。到底玩的什么勾当？好，哦，对，想当初这件衣裳是我亲手给你做的，光上面这绣花就绣了两年呢。我也舍不得呀，不是这都为了儿子吗？得了。哎，老爷等等。这假翡翠你也拿去试试。你哪儿也别去，就在家等消息啊。哎，你小子一外地人竟敢到本地行骗，好大的贼胆！你我们凯店做生意，老板慈悲，不跟你小子计较。你要是再敢喊冤，给你送县衙去。走。你个二傻！哎呦喂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……哎呦喂！这怎么了？这是……哎，多谢，
多谢。哎呀，哎呦喂，天哪！这银票做的都能以假乱真了，哪儿来的？我哪知道嘛，我也是被骗的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喂！票卖的怎么样啊？好着呢，都有倒票的了。啊，没想到本县的百姓素质真高啊！如此的关心时政要事，不枉费老爷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呀、啊！老爷圣明，给我吃一口。给我吃一口，不是你给我吃一口，你这你，兄弟，你慢点吃。你老哥哥我呀是落魄了，只能请你吃这烧饼了。谢谢，谢谢。这些个烧饼啊，你带上它，倒上吃，啊。我这儿还有几个钱儿，你也拿上它，道上花去，啊，这出门在外的，赚不赚钱的，那都是小事儿，平安回家才是真的，啊，你呀，赶紧回家去，给你父母报个平安。我还有东西的账目里面，我还回来，谢谢啊，我先走了啊。来，等会儿。按大清律，私自造钱，斩立决。这不是我印的，你可有证据？出门在外，少惹是非。老哥哥替你销毁便是。啊，多谢。不光是我们县的百姓啊，听说。洋人也排队买票啊。洋人啊，那就是田永年的那两个朋友。要不老爷咱不卖票给他们，田永年帮他们造火车，我怕他们是来求情的。卖啊，洋人的钱为什么不赚呢？再说了，让他们看看我是怎么样力挽狂澜阻止他们造火车头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老爷说的是这样呢，他们就会乖乖的租咱的骡马。没错，赶快去办。这啊，哎，爹，姐夫，一两银子买个站票。下一位，火车。哎，火车，顾名思义，那就是用火烧的车。不就这官司，那谁是原告啊？哎，腊八蒜和众乡亲们是原告啊。哎，这个我知道。哎，状词上我猜，那都写好了。胆大妄为，制造妖物，哎，伤及风水，是烫死野兔。爹，您就高抬贵手，放了田永年和欧叶吧。不行，千方百计的阻挠你，还是跟那个小子混到一块儿去了。你娘还说什么我要不提你就不想了？我看你一点用都没有。我现在看见这小子，我气就不打一处来。这次我非办了这小子不可，舍得毁了你的名誉，也毁了你爹我的清誉。我名声一向都不好，你也没什么清誉。放肆！怎么跟你爹说话呢？啊，一个女孩子只要不涉及男女私情，脾气大点，打打杀杀，那都不是事儿，那不是毁了名誉了，知道吗？不行，这次我非办了这个田永年不可，省得以后真的毁了你的名誉。姐夫，我义弟田永年的事儿，你就放他一马，放过他吧。就是嘛，于爸呀，于爸，你个糊涂蛋，你知不知道火车头造好了以后谁吃亏？是你我的曹帮。放了你的义弟，火车头就造好了，咱们的生意就给抢了。那你可以先把那外地人欧叶给抓起来呀，没他也造不了车头啊，是吧？说到底，只要那车头造不出来，就影响不了咱生意。不行，为啥不行？我看上去不顺眼，一天到晚拿你义弟压我一头，我听着不顺耳。还你是跟你义弟亲还是跟你姐夫亲呢？那得看啥时候，数钱的时候，没有人比咱俩亲。平时说话聊天儿，还是我义弟跟我贼亲。两条白眼狼啊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就冲你们两个人，我就放了外地人欧叶，我也饶不了田永年。大人，别呀，爹。启禀大人，前面已经开始检票，钱税正在拢账，让我来有请老爷。
我这就过去。这，姐夫，你要三思啊！那欧叶善于制造火车头，他是主力，你放了他，后患无穷。你把田幼年放了吧，他虽然会开火车，那你没火车他开啥呀？是吧？他都跟着瞎起哄，他一个人成不了事儿。我一个也不放。我这份你给我出啊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点！你也给出来了。好，您谁啊？请你们两个人，快点！上次我还请你喝酒了。哎，站住，站住！让友邦先行，友邦先行。好。站住！买票了吗？哦，他是我带来的。哎呦，您这不是让小的为难吗？这不，我说，玻璃种，玻璃种的，您通融通融。早说呀，是不是？进去吧。爹，你要是不放田永年，我就自杀。嘿，真是我亲闺女啊！你学会这招了是吧？你要不放田永年，我就杀了舅舅。赶紧杀！我求求你了，快杀了他吧，要不然一长一短的，弄得我这厌烦。哎，姐夫，姐夫，外甥女啥我你都不管呢？就是啊，你也太没良心了！你们俩慢慢玩吧，我这还有公务呢，没工夫跟你们这瞎扯。告诉你啊，就这妖物啊，我都不是第一次见了。肃静，肃静！大人马上就到。这站起来，站起来！谁让你们在这坐着？都站起来，站着呢，啊，就还站着吧，坐下。百里大人到，大人来了，让大家久等了啊！升堂，升堂。掌声！大人，快审案吧！赶紧审吧！审吧！啊！对，带原告腊八蒜。小师妹呀，小师妹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！大爷。待会儿就该锅烫了啊！今儿的成败，都看你的表现了啊！老八蒜，上堂了。哎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这雪儿靠边。这草民腊八蒜叩见百里大人。腊八蒜，哎，你状告何人呢？小的状告田幼年跟欧叶俩妖人。你称田幼年和欧叶为妖人，是他们二位长着三头六臂呀，还是青面獠牙呀？因为此二人在滦州县内制造妖物，奏是妖人。宽田幼年和欧叶上堂。这是让舅舅，你们打成这样了？干什么呀？走啊！啊！这妖人真是名副其实啊！你看那满身的血，真是的。跪，跪！草民田幼年，欧爷，拜见大老爷。田幼年，欧爷，现有原告腊八蒜告你们，胆大妄为，制造妖物，伤及风水，烫死野兔，可有此事啊？绝无此事。啊，你可有壮士为你辩护啊？小人愿意为自己辩护。腊八蒜，你说这田幼年和欧叶胆大妄为制造妖物，可有证据啊？小人有证据，此二人
在滦州县制造谣物，还不向县令大人申请执照，这都是胆大妄为。大人，我和欧燕受唐廷枢唐大人所托制造机车头，众所周知，何为胆大妄为？对，哎，这个，我能作证。哎，有帮人，审案中观众不要发言啊。喇叭帅啊，小的在。嘿，你说这火车头是妖物，伤及风水，可有人证物证啊？大人有，此妖物声如牛吼，黑烟滚滚，满腹烈焰。此怪异之声，严重搅扰了土地山神城隍庙诸神的清净，这就是伤及了风水。大人，是这样的，机车头内是以一个蒸汽锅炉作为核心，哎，发生冒烟实属正常，何来伤及风水？莫非说辣先生和百里县令家就不烧炉子吗？哎，不是。老板算啊。哎，到。我听说你有确凿证据，是什么呀？小的确实有这个呢，还请大人先把那锅炉精妖物抬上来。哎，我再说说我跟他的渊源。啊，好。带锅炉妖精上堂。锅炉妖精。这就是锅炉妖精。哎，看大鼻子，白双鼻子啊！大人，要说我跟着锅炉精的渊源，那可有年头了。当时大人我刚17、18岁，哎，我在山上跟我师父修炼，有一天师父命我下山送信，我送信回来的半路上，突然电闪雷鸣，下起了滂沱大雨，当时我想麻烦了，咋办呢？回不了山了。恍然之间我发现山下面有一间小房，可是我很纳闷啊，平时我没见过这小房啊，今天怎么突然出现在房子了，很是诡异。我于是张着胆儿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门，我叩响房门，于是一个老夫人拉开了房门。我跟老夫人说明来意，我说天色已晚，下着大雨回不去，能不能在此借宿一宿啊？老夫人二话没说将我带进房内。我看到房内有一炕一柜儿，这有一单人床，单人床上躺着一个人，捂着大背，直挺挺一动不动。我当时就问老夫人，我说躺在床上是何人呐？老人家说，啊，那是我们当家的，因为他得了伤寒，正在床上捂背发汗。我只见老夫人悄悄往柜子里钻，我看大事不好吧。这时候电闪雷鸣，咔嚓一声巨响，一个惊雷。这时候都发现床上那个人噌就坐了起来。我当时想夺门而出，来不及了，我当时破窗而出，我拼命的跑啊跑啊，就看后面那人拼命的朝我追呀追呀。我跑着跑着就发现前方有一棵大树，我灵机一动，啪一个急转弯，只见后面那人他不会拐弯，直奔大树而去。我定睛一看，只见他的食指深深地插进了树干，不多时那棵大树要问田幼年和欧叶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